雄市长韩国瑜又来了，上周凯道，这周花莲，选到端午连假前进东台湾，这场造势的主题是，就是一定要韩国瑜是吗？对，那国民党如果推郭台铭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非韩不投，这场造势活动在六旗从化区登场，原本从早上八点开始聚集。台北市北投，还有我的朋友从淡水过来，他怎么那么早就来卡位坐第一排耶？我们昨天晚上就到了，因为我们挺台过，我们要坐在最前面。来，台南，台南哦，台南江老师，生意好不好？非常的好啊、哦，已经卖了快出2000串了啊、哦！对对对，这个韩国语啊、哦，这是小白笋肉串。不止韩粉，连韩摊贩都有，挤得现场水泄不通。主办单位预估现场可容纳5万人，但他们可是号召了10万韩粉，肯定能将现场挤爆。警方8点进行交管，还规划了3条游览车路线做足准备。主播东京，忠实的韩粉吗？忠实的报道。点不开，好焦虑哦！谁帮我解开一下好不好？要苹果啦。加入好评友会员，只要用脸书或是 Google 账号就能一键注册，也可以用电话或 email 注册，限时免费，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，趁现在免费，赶快订阅苹果新闻网。